今天来介绍 GTA 不是 Young Posse 的 Eight Dead。Young Posse 是一个五人的韩国女团，团体的定位很鲜明，就是要走非常道地的嘻哈。这次新歌 At That 直接把 MV 做成 GTA。 GTA 是一款自由度很高的游戏，游戏里可以任意做你想做的事情。 MV 的还原度真的很高，不管是人物、地图、场景，都感觉会是真的出现在 GTA 里面呢。这首歌使用的风格是 G-Funk， 是 Gangsta Funk 的缩写，起源于1990年代早期的美国西岸。我们先来听一下 G-Funk 长什么样。这个风格最有特色的就是会有一个合成器的旋律，加上 funk 的节奏，再搭配上饶舌，像 At That 就有这个旋律。GTA 其中一首主题曲也是这个风格。现在频道终于可以盈利了，不过介绍音乐的话呢，那些音乐都有版权，所以影片是无法盈利的。目前正全职在做这系列，所以如果觉得我的影片有帮助到你，或是觉得我影片不错的话，干爹干妈的任何超级感谢或是 donate 都是我继续做下去的动力哦，我会开心一整天的，感谢你们。如果你喜欢我这系列影片呢，记得帮我按赞分享出去，也别忘记 follow 我。